好，你可以讲下你个好啦，你个咩啦？咁样跟住我就无意中睇到一件事，我就觉得呢、這个即系呢个世界咧，系嗰个堕落啊，几衰特登唔 share 出嚟，而家自己独家咁样讲，独家唔系等大家 share 讨论，我就系谂住拎出嚟俾大家讨论。OK， 系咪？嗱，你而家先至睇到，你咪觉得好捻冲击先？系吧，嗱，寒流下伏，启江带仔仔深水埗探望无家姐。嗯，啊，咁啊，佢又 call 咗一段，应该就系霍启江讲噶啦。佢、希望大家可以多关心身边嘅人，特别系咁不平凡嘅一年，我哋更加需要互助互爱。like 谢感谢你的身教咁样。呢、一个咧就叫做家在香港，我唔知咩嚟噶呢 page 啊呢 page， 即系我相信都系我嚟 cam 鸠共产党钱嗰啲啦，即系好似系安心出行嗰啲咧，唔系啲 sell 正能量嗰啲 page 系啦，应该都系团结香港嗰啲嚟嘅，哦，应该系啊，应该系啦，屌你咩唔系，喂 cap 埋埋咁捻多钱就系做呢啲嘢嘅啫嘛，咪就系养捻埋养你先呢啲咁嘅黐线佬咯，得一万一千个 like 嘅啫，如果系咁多啊，都有都多噶啦咁样。哦，都系啲男师奶嘅啫。等下先，我系几时 cap 啊？星期日佢嘅寻日，即系星期六啦，系啦。天文台发出咗寒冷天气警报啊！昨晚气温开始急降，天文台更预测本港未来两三日天气会持续寒冷。霍启刚寻晚非常有心啊，带埋七岁嘅仔仔霍中熙去到深水埗嘅通州街向露宿者送暖。识改名啊，有个中字。劲啊！哇，呢个家在阵营，喂，呢个家在香港咧，全部都呢啲 page， 咩呢啲 post 喎？善心洗衣店老细120件大衣赠露宿者，咁啊 call 佢感谢你嘅善心啦，跟住之后咧，咁啊呢个张竹君啦，跟住之后，到之后啦，果妈垂直成功换心啊，儿子感激器官捐捐赠者，正能量 page， 跟住之后咧，咁呢个唔系啦，呢个陈展鹏、杨正华一起为无鞋信暖送暖。全部都呢啲，全部都呢啲 pose， 正能量咯，系啊。嗱，咁好啦，因为嗱，你头先讲嗰啲咧，嗰啲咩洗衣店老板啊，嗰啲咁样嗰啲，我觉得嗱，两位可能好事，系咪？大家听咗咪咪拍下掌咪好咯，系嘛系嘛，大家开心啊呢啲嘢。但系唔系，我想讲嘅呢个系霍启刚，霍启刚，帮我 search 下霍启刚今时今日佢仲有咩 title 咩喺身啊？应该是香港奥委会的主席啊，奥委会主席，佢接咗佢老豆棒啊，霍启刚，启刚，启刚，有啦有啦，霍启刚俾得几啦威，几啦威吓，启刚，启刚，霍启刚，既然你成为咗启刚嘅代表啊，唔系打个霍字应该净系霍联，佢而家系全国委员会嘅会嘅委员嚟嘅，政协啊，政协委员，你揿翻香港繁体啦，啊哦对唔住。唔好意思咯，做咩啫？吓，佢委员嚟嘅，我睇嘅，我写噶，我真系又会俾人就系叫你睇繁体，唔好睇简体。系阿 B 哥，咁喂呢度有社会职务啊，不如讲一次好嘛？都好多噶。好啊，咁啊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，第十二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，系屌你老母。跟住之后咧，就系呢个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委员。青年联会顾问、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、世界自然基金会理事、牛津大学中国奖学金基金信托委员、留学英国牛津大学设立嘅奖学金嘅主席，够啦，仲有好多、啊，够啦，因为我听到嚟呢一度，唔系你要讲一个好紧要嘅 title 就系扶贫委员会嘅委员啊。冇撚错啦，扶贫委员会呢个都好重要。好啦，咁撚多个 title， 证明嗰样嘢就係咩呀？证明佢呢个所谓嘅深水埗探望无家姐呢个做法非撚常之戇鳩嘅。係戇鳩中嘅戇鳩，比起刚才整猎嗰个猎师傅我更加戇鳩。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而无不及。喂，你係一个有咁撚多 title 嘅一个人。你係一个好有影响力嘅人。好有影响力嘅人。喂，你应该影响个政策。冇撚错。而唔係走去派。冇撚错。仲要係。唔係你探望。去探咗喎。喂你咁有钱阿新生。你好嘛。你好嘛。呢两冻嘅。好冻啊好冻啊。佢有将啲衣物送到毛家姐嘅手上嘅。喂好冻啊好冻啊。阿霍生好肚饿。我得件大褛。喂，你今时今日嘅社会地位，你老母你开个运动场俾佢哋瞓都得啊嘛？
喂，咪咯，喂，而家呢扎咁嘅无家者，点解佢冻啊？佢唔系因为冇衫着啊，系因为瞓街啊，系因为冇地方住。唔系真系冇衫着咩？你老母，你咪显得啲人嘅真系戆鸠到一个极点啊！冻嘅唔着衫咪冻咯。系啊，嗱，好捻似嘅，好似，我觉得佢一定系咁样，咁样样。嗱，我除咗冻，其实因为佢冇衫着，我系嘅。我除咗冇钱系唔似佢之外，样嘢都似佢。你咪黐捻线啊！喂，一个喺社会度有咁捻多公职，数都数唔晒，数都数唔晒，仲要系全国政协委员，嗯，做善事，咁捻样做善事，嗯。喂，即刻打去康文署开个运动场俾佢哋入去瞓啦，系嘛？屌你老乜嘢？你同我讲咩？限聚令唔得啊！屌你啊！咁唔系食屎啊！你啲咁嘅政协委员，唔紧要啊！限聚令唔得，系公共地方唔得啫。你可以放你间屋俾佢住咪得咯，私人地方。嗱，咁大，你车房点都有几个啩？系啊，真系屌你咪冇一人，你咪一人买一个单位俾佢哋咯，派个都得啊，派都得，派啊，系啊，咁有钱，起你起一栋，香港楼都贵，起一栋啊，起一栋俾佢啊，即刻起啊，系啊，安置晒啲老宿者入去住都系咯，方舱医院都咁快起好，咪咯，你嘅方舱。宿舍咯，系啲咩什么组合屋咯，睇简简单单系咪先？即系搭几个货柜咁，睇住先。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，你仲同我讲啊？呢啲系新教，李霍启刚你嘅仔将来就系第三十届嘅全国政协委员嚟噶啦。你唔好同我讲，你唔好咁嘅打算啦。啊，未必三十嘅三五咧，或者四十届咧都得啦，是但啦，系嘛？你话俾佢听啊，吓咁捻样要关埋穷人啊？唔系你好好咁教你个仔，屌你咪教佢谂一个方法去改变呢个体制啦，唔该你。系啊，喂，你连你哋都唔谂，都改变唔到个体制。啊，然后当我走去话你两句，而两我你只跟住我被话我暴徒，我屌你老母啊！唔怪得呢个香港咁捻多人瞓街啦，屌真系远嘅唔好讲啦，真系顶你个肺。仆街，唔怪得阿谢伟俊仲好意思行出去同你讲。中国嘅法治嘅法制慢慢系改善紧，系越嚟越好啦！我屌你啦！你喂越嚟越好，再之谢伟俊嚟讲，中国嘅法制系越嚟越好。其实因为点解你系对比紧啲咩？你系香港越嚟越衰，唔系香港越嚟衰。你系对比紧因为香港好啦，所以你先至觉得佢越嚟越好嘛？喂，咁好捻简单啫！屌你咪跟香港嘅做咪得咯？你觉得香港嘅比佢好？如果唔系，你从何得出越来越好呢一个结论先？哦，感觉嚟嘅啫，唔系，因为你一定有个好嘅标准啊嘛。你好嘅标准喺边啊？你冇同过英国啊？你一定系香港啦，起码系。屌你乜唔同你同我讲苏联啊？黐鸠线嘅，咁你一定系讲香港。咁既然系咁，你咪叫跟香港呢一个啊嘛？佢讲清朝或者明朝可能。啊，然后唔系。屌你咩！你要我香港就跟捻咗中国嗰套，然后你话我听中国嗰套系越嚟越好啊！你黐捻线嘅咩？屌你咩？谢伟俊咁咪好咯，跌咗落个谷底度，跟住慢慢爬翻上嚟，咪有个进步空间咯。正能量，所以你真系同你真系同薛师傅一样都系阿 Q 啊！真系，所以你咪就系嗰句咯。点解当初屌你早几年话咩？走去讲，走去行出去同人讲，喂，屌你咩？中国系强国啊，乜嘢咩大国崛起啊？屌你乜搞奥运啊？攞咗几多面金牌啊？屌你阿妈，你真系害捻死中国啊！咁样呢啲呢样嘢咧，就同呢个作家柏杨唔系《热血时报》柏杨啊，作家柏杨所讲嘅一样啦。这个国家不能再爱了，因为再爱就爱死他了。大部分爱他的爱这个国家的人都是用害这个国家的方法。大部分爱这个民族的人都是用害这个民族的方法。唔系，打断打岔你一下先，你讲完未？讲完啦，啱啱。OK。啊，问咗你先，拉咗未啊？佢啊，佢喺美国嘅，佢喺美国嘅。哦，咁好多，好彩啊，真系。咁好彩啊，佢。你好快啲走啦。我快啲走系嘛？我快啲。你啱啱讲完呢一个，你好快走。道出咗中国人点样去对待中国咯？系。其实呢个系一个由上而下嘅一个连带关系嘅。你睇到霍启刚，咁捻样做善事，你就会知道。屌你咩？你就睇埋谢伟俊佢早两日佢讲嗰啲说话，屌你妈，扑街！唔怪得香港嘅学者要向外流啊。即系香港就太系。
太威啊！太威啊！太威啊！威你！香港实在太虚啊！哇！太威！太威！威你！所以啲学者都要去个角走。嗯。黐线。咁啊，好啊！嗱，依家呢个2021年啱啱开始，一个咁美好嘅一个开头，就系姜涛老师吹《欢庆南歌颂》，简直就系雷霆万钧之势。系啦，吓，既然开咗个咁好嘅头，嗱，真系冇俾佢停，屌你老！嗯，系嘛？有冇所以要呼吁你身边有冇边啲系唱歌好听嘅人？下届全民造星真系唔好走鸡啊！我觉得你啦，系啊，庄哥唱歌真系好推介。是真系诚意推介，真系本节目诚意推介庄哥。系啊，我有我帮你撩摇旗呐喊。我有问过咯，喂，不如我下届参加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佢话我黐线。好多嘢都系咧，有错，发梦嘅嘢都系黐线。系好多嘢都系黐线嘅。喂，边个话？边个觉得有电灯？边个会觉得会飞？有飞机，飞机啊，系嘛？一街都系电路，一天都系飞机，屌你！啱啊，啱啊。正路嘅嘢就唔系你做噶啦。系啊，喂，啱啊。咁容易做嘅就唔使你，越艰难就要越你啊嘛。咁我去做特首啦，都支持噶。唔系，我觉得你做特首就太易咯。点啊？只要你认真少少，你就好过呢个政府。认真嗲嗲啫。系嘛？我应该学日日夜，我要征服世界。你要征服世界。喂，如果唔系，我觉得你攞全民造星冠军难过做特首啊！真系，讲真。哦，咁啊，我都觉得系。呢个特首出咗太易做啦，唔系唔使做嘅呢个特首。揿你呢样，揿你嗰样，几多你都难啫，系嘛？啊，唔使做好自己，全民造星要做好自己，系啱，你啱，你啱，唔使做好自己。做特首系唔使做好自己，做全民造星你要做好自己，难好多，难好多，系。所以姜涛系实至名归。唔系全民造星嗰啲，佢里面嗰啲参赛者俾人屌咧，佢真系要改善啊嘛。系特首唔卵使，系特首唔卵使，系仲可以闹翻你添，閪卵到尾就得噶啦。见你只要坚持到最后，閪卵到尾，你又有啲啊有荷兰水果。哎，不过都一样嘢嘅，你讲要去到尾啊嘛，都系咁。全民造星同特首都系唔好半途而废。哦，佢喺度一半咧，咁就唔得噶啦，要去到尾。要閪到尽，系啦，梗系啦，要閪就要閪到尽，系啦，咁样啊，好靓呢幅画。呢幅画系大有黑羊个仔啊，大有星平画嘅。即系之前画到周身都系 Sailor Moon 嗰个，系啦，嗰个就系呢个咩平成圣母啦。咁啊，佢呢啲画全部都用原子笔画嘅，系啊，哇，真系嗰种 detail 真系吓卵死，系啊，同埋个心机啦，系啊，你睇自由两个字真系有凹凸嚟嘅，咩啊？原子笔画系啊，咁啊，呢个系大有黑羊，唔系最正系佢个牌啊，系标嗰个啊 Make in Asia， 系 Asia 写住。我记得好似话系佢系，但系好似系 AGA 喎，即系咩意思 ？Edgar， 好靓啦，佢好靓啦。希望2021年大家都能够拥抱到拥抱自由啦，吓咁样咁啊，就咁啊，下个礼拜再算啦。唔系再见，系再算。再算啦，我唔系嘅，唔知啊，因为都系大家都，我都系抱住一种今日唔知听日事嘅心态，肩膊下波张系啊，系啊，啱嘅，啱嘅。好，下个礼拜再算啦。OK， 拜拜好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错唔错？几有中南海嘅味道啊！先炒炒先。喂，你炒咩？老实啦，千万不能装偷听器。哎，争咁啲嘢。争咩？贪官记低佢。系，我即刻就去买。你就是为了申请居英权入政治部是吧？不用怕的，我香港迎接97啦，只要没有说过一些对党和国家不利的说话，没有想过一些危害党和国家的事，没有做过一些与党为敌的事情，或者没有看过一些丑化党和国家的电影，没有参加过皇后大道东示威游行的人呢，大把前途的。但若然你有做过而有悔意的呢，都可以申请公屋的。但你做了没有悔意坚持的呢，那就难搞了。那我们才会不给饭他吃，还剥夺他人权的。到了吧。